冇咩比健康更重要，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开始注重自身嘅保养。虽然系咁，依然有好多人生活唔规律，令到身体代谢变慢，再加上高蛋白、高热量嘅食物积累喺个身体入边，时间一长就会变成毒素。所以我哋嘅健康第一步就系定期为身体排毒 ，Spiro 唤醒肠道排毒功能，全面包裹式净化，轻轻松松将体内宿便排出体外。由专家所推荐螺旋藻、绿藻和菠菜组成的铁三角，含有丰富营养价值和高纤维含量，清肠排毒之余还可以全面补充营养，美容养颜。螺旋藻美国 NASA 及欧洲 ESA 指定为太空员执勤期间的主要营养食物，拥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。绿藻被称为人类21世纪最佳基因食品的海洋宝藏，含有三层粗纤维素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排除毒素，改善便秘。菠菜营养界中的模范生，不单只有高纤维和高铁含量，还包括各种人体所需的维生素，有助于提升消化能力，保持肠道系统运作顺畅，帮助身体排水去肿。如果你成日面对肠胃不适、排便唔顺、生青春痘兼有口臭，呢啲都系身体堆积太多毒素嘅现象。如果唔识清肠，何来身体健康呢？每日一粒结合排毒，修复美容三大功效 ，Spiro 抢先恢复你嘅健康。